满城佛光园，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，文秀慧主持，由永固法师主讲。好，欢迎收听满城佛光园，我是文秀慧，咁又系我哋上堂嘅时间咯。今日空中佛学院咧，师傅会教我哋三法人，亦都系我哋之前用嘅教材入边啦，即系《金玉满堂教科书法相》入边嘅第一册第四课。咁我哋就冇阻大家太多时间啦，请跟师傅进入去空中佛学院啦。空中佛学院。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天的空中佛学院呢，我们一样要跟大家谈真的一个名相。这个名相呢，要介绍的是三法人，一二三的三，法呢，佛法的法，人呢，就吸引人中的人。那三法人呢，可以说是我们用来去证明或者是人证佛法的一个根据，可以说是判断识别是不是正法，是不是佛法的一个标准。那这个三法人的内容呢，当然是有三个项目啦。那第一个是说诸行无常，第二呢诸法无我，第三就是涅槃寂静。那我们说佛法呢，是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理。那既然说是真理，那真理不是说谁说就是或者不是，真理它是有条件的，真理它永远都是符合的，是普遍都是这样，必然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，还有永恒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说普遍如此，必然如此，本来如此，永恒如此。那这些条件，如果有哪个人他跟你说，哎，你来跟着我们去参加什么，去求什么，然后呢你就永远都不会病啦，或者你所爱的人就永远都会爱你啦，或者你是永远都是富贵或者怎样。那我们怎样可以识别说，哎，他说这句话是不是合理，或者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他这句话必须是普遍是这样，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对哪个人去说，普遍成立都是这样，而且一定是这样，就是必然是这样，而且他原本就是这样，本来而且永远就永恒都会是这样。如果他说的这些说话并没有这些条件，没有符合这几个普遍、必然、本来、永恒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，那就不可以叫做真理了。他可能是暂时讲开心给你，那就不叫做真理，那信不信就由得你了。那我们分别来看，所谓讲三法人是真理，就是第一站要解释的这三个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，是普遍如此、必然如此和本来如此、永恒如此，是符合的。那我们看第一个诸行无常，曾经有啱啱皈依嘅人咧，我同佢哋座谈嘅时候，咁佢哋就问我话：，诶，皈依嘅时候有讲唔皈依外道天魔，咁外道系咩意思呢？我就话可能都系宗教界嘅一个信仰，但系咧大家信嘅内容唔同，咁唔同于佛教嘅唔同道路嘅咧，我哋都系叫外道。呢、这个并冇话排斥系点，净系比较强调是我们行的路不同，修的路不同，所以叫做外道。我当时解释的时候，我还提出三法人可以看出是不是佛法呢，所以就知道这个三法人有多重要。我们来看内容，诸行无常是第一条。诸行呢，指是一切事物、一切现象，你看到一切存在的这些万事万物叫诸行。咁呢个行呢，佢有一种迁流变化转变嘅一个意思。咁世间上你见到一切种种嘅呢啲事物呢，譬如啦，你嗰间屋
有几坚固，或者你睇哇嗰座山嗰条河，咁好似有啲年轻人咧，佢哋讲感情嘅时候啊，佢哋会提出啊保证啊，话石可枯，海可烂，我对你嘅感情永远系不变嘅。咁呢句话成唔成立呢？问题就系、是、山河大地啊，大自然界啊，都有破坏嘅时候啊，都唔会永久嘅、永恒嘅、不变嘅。咁所以石会烂，海会枯嘅、哦。咁感情会唔会变呢？感情唔会变呢，系唔符合真理嘅。因为喺呢个世间上，其实呢，万事万物呢，都系有因缘和合而生起嘅。所以因主因造缘，呢、这个因缘系一路一路喺嗰度转变嘅话呢，咁佢产生嘅结果就一定改变嘅。所以其实我哋学佛嘅人呢，点解话嗰个 EQ 啊比较高啲啊？就是他懂得看缘起，看因缘法，知道变化是正常的，就是我们说无常是正常，无常变化是必然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求一样东西永远都不会失去，或者说感情永远都不会改变，这些其实是不存在的。在这个世间上，改变是应该是自然的。这个是我们看诸行无常这句话。总之我们看着它是跟着缘在而生，缘散而灭，就好像在这个娑婆世间，我们说有情世间的人，人凡是人就一定会有一些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有生，出生之后就一路向着老病死一路行过去，是一路行过去，一路转变个存在的状态的。所以说真的佛陀是跟我们说真实话的人，不会骗我们说信我就不用死了，说永远怎样了，不会这样的。这个是说我们人有生就有老病死这个现象。山河大地呢，我们叫做气，用气的热气。气世间的山河大地呢，会有成住坏空的演变。我们念头心念啊，它时时刻刻都有生住而灭，就是产生一个念头，然后个念头继续，然后开始变化，然后念头没了，就生住而灭的变化。所以呢，其实在这个世间上，实在来讲呢，真正是诸行无常的，所有都是跟着因缘法一路转变的。那第二句呢，我们讲心法人的第二个、那个好像他人证真理的那个人章呢，叫诸佛无我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主宰，是可以自在，可以自己决定，是可以永远的。有这种特性的就叫做我，但是世间上一切的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其实没有独立不变的一个实体，或者说可以主宰等等。譬如呢，如果你可以主宰自己的身体或者生命，咁就你话，哎呀，我唔要老，我唔要病，我唔要死，或者我唔想长大，我唔想离开，我唔想点样点样，做得到吗？冇可能嘅，嗬。就好似有啲人啊，我要发财啦，我要健康啦，我要乜嘢啦，要得嚟吗？咁呢啲呢，系你唔可以净系咁要求，你冇办法做主嘅，你唔可能主宰嘅。所以讲诸佛无我啊，系冇一个系可以你自己决定嘅、自己主宰嘅呢啲事物。咁讲翻嚟都系靠因缘所生嘅，冇独立嘅一种本性啦，空无自性，所以叫做诸佛无我啦。咁第三个咧叫做涅槃寂静。涅槃啊，系四圣体里边啊，我哋讲苦集灭道其中嘅灭。咁呢度讲嘅唔系话消灭啊、消失呢个负面嘅意思啊，唔系呢个灭咧，系话你一切嘅贪嗔痴啦、烦恼痛苦啦啊，都已经系熄灭咗嘅嗰个状态，就叫做灭成大，或者讲系叫做涅槃。咁所以涅槃唔系话冇咗喎，譬如啦，我哋去印度去朝鲜嘅时候咧，哦，有间酒店我哋住喺嗰度咧，那个 hotel。就叫做 Nirvana， 就是涅槃 hotel 嘅，就是解脱的意思啦。哇，住入去乜嘢都有，咩烦恼都冇咁样。
所以这个涅槃啊，不是说负面，它是非常之正面，而是那些负面的东西消失的状态是涅槃。那当然啦，如果大家在有些佛堂呢，譬如呢我们多伦多佛光山有卧佛像，卧佛就是睡在那里的，那其实它不是睡觉，它是叫做涅槃像。那另外呢，涅槃啊有分为有如衣涅槃、有如涅槃或者无如衣涅槃，或者讲叫做无住涅槃，有呢几种。所谓讲有如衣涅槃呢，就是讲佛陀佢当时喺2500多年前呢，喺菩提伽耶嘅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呢，佢已经开悟啦。不过呢，佢个身体仲存在，所以就叫做有如衣涅槃，有剩翻一个可以依求嘅一个身体，就有如衣涅槃。咁到佢80岁喺娑罗桑树下入灭嘅时候呢，个身体已经冇作用啦，就叫做无如衣涅槃。咁佛陀喺49年之间咧行化各个地方，佢讲经说法啦。咁佢过嘅嗰种生活系完全冇执着、冇污染嘅，叫做无住涅槃嘅生活。所以都有呢啲唔同。咁对于涅槃嚟讲，我哋最简单嘅理解就好似话啊，你好想去厕所啊，忍咗好耐啦，啊，而家终于可以去。哦，咁有时候我哋讲啊，呢真系小解脱喎，嗰种真系叫做小涅槃啦。咁譬如你好耐都冇得好好瞓觉啊，而家终于可以瞓到啦，呢个好美妙啊，好满足嘅嗰种感觉啊，就系涅槃啦。涅槃就系痛苦啊、困难啦，啊都得到解决啊，咁冇嗰啲贪嗔痴嚟限制我哋、束缚我哋啦，咁样嗰种解脱嘅境界就叫做涅槃。所以如果有啲人咧同你话，哎呀，你唔使学佛，同我哋去学啊，就唔使咁样修行啦。咁其实呢句话都系唔符合真理，因为你唔经过啲学习修行咧，你系唔知道点样摆低呢啲贪嗔痴，从呢啲烦恼里边解脱出嚟嘅。咁你唔知道点样解脱出嚟咧，咁就冇办法涅槃，就冇办法到达呢种境界，所以就唔符合真理。所以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咧，呢个三法人就系可以证明佢系唔系属于佛教的教理，是不是佛法的一个根据。如果大家一讲起是不是佛法，有些人要你求永久重生不老啊等等，那些就知道不是了。希望大家多少都了解一些，慢慢再跟大家介绍多些啦。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唔该晒师傅，咁样咧，师傅之前有提过，今个月农历七月咧系孝道月，亦都系吉祥月。咁咧7月15日咧，亦都系增宝节嘅。咁增宝节咧就喺美国西来寺度咧，我哋有提早进行咗一个共增法会。咁师傅好慈悲啊，咁佢哋有去参加个共增法会咧，就趁呢个机会帮我哋访问咗几位法师。咁咧，我哋转头翻嚟咧，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师傅所访问嘅第一位法师。咁而家个时间咧，我哋就先听一首师傅为我哋介绍嘅《人间姻缘》嘅只歌。转头翻嚟见啦。夜晚我爱天空，点点明星；白天我爱天空，飘飘白云。无论什么夜晚，总会出现了星。无论什么白天，总会漂浮着云。心不怕黑暗，云不怕天阴。点点的星星，能扩大了人生。片片的云，能象征着自由，能飘向远方。虽好，但不能常态；月儿虽美，但不能长远。唯有星星能远及天际，唯有星星能够万古长青。
电影，点点的星星能扩大了人生，片片的云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满城佛光缘。咁样咧，头先我就提过啦，我哋主持咧就有去参加咗美国西来寺嘅共生法会，咁佢亦都好慈悲帮我哋访问咗好多唔同嘅法师，所以咧跟住落嚟几个星期咧，我哋都会听到主持所访问嘅唔同嘅法师。咁今日嘅第一位法师咧，我哋主持就系访问咗国法法师。咁国法法师咧就系美国德州 Austin 香云寺嘅主持。咁我哋就嚟听下主持向国法法师嘅访问啦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呢又好开心到我哋请法嘅时间啦。咁今日呢帮大家请法嘅呢位法师啊，可以讲喺我哋佛光山嘅法师之中系好特别受欢迎嘅国法法师。咁平时呢我哋有时候称呼佢就叫 Dharma， 咁有时候呢又叫佢法王。咁总之啦，佢特别喺譬如道众也好啦，直接接引大众也好，或者对于啲道场嘅规划。不过我要讲咧，佢有一段时间嘅经历好特别，就系佢曾经喺美国嘅叫做麦巨灵咧呢个单位服务，所以佢对于我哋所谓讲嘅生老病死一定要通过嘅呢个过程咧，佢系非常之有研究嘅。咁尤其咧，佢又担任过西来寺嘅东家师傅，所以各方面咧可以讲佢都系非常之有经验同埋能力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好开心可以采访到国法法师。师兄你好。大家好，各位好。我想我其实不需要一个一句这样问，那不如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，因为你经验太丰富了，就随你讲你想讲什么就讲好吧。好啊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，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去帮人，其实呢到最后尾是人家帮我们。只要你在当下你真的去帮人家的时候呢，你的成就就好像师父讲的，你从成就人家之中呢去成就自己。咁我谂好多信徒咧都好中意问师傅，点解你要出家啊？咁我而家讲少少我出家嘅因缘。其实我点解会学佛呢，就因为翻工放工好无聊，咁所以咧就去听下啲佛学班喺香港。但其实听唔明，不过你要佩服我，我听唔明我都去听。咁然后咧，慢慢咧我认识咗佛光山。咁我去佛学院读书嘅时候，我其实冇发大心话我想出家嘅，我净系话唉，在香港做嘢做得好耐啦，都好有厌倦咁。我去换一换个环境，未必去读下书咁，然后或者喺台湾搵份工啊，或者毕咗业之后翻翻香港啦。咁结果有一次咧，山上就话啊有个出家典礼，咁我咧就好热心咁，又同啲同学一起去研究话，你要唔要出家？你要唔要出家？咁我又好八卦咁同人哋去研讨呢个问题，但系喺我脑入边从来冇谂过我要出家嘅。咁结果有一次咧，我就见到我哋嘅同学咧又喺度研讨紧呢个问题，咁我又去研讨下啦。咁研讨紧嘅时候咧，我见到我哋一个同学咧，喺度喊，咁我话点解你唔系自己发心要出家咩？点解你会流眼泪咧？咁我就好好奇，跟住咧，啱啱打板食饭，咁啊问唔到啦。食完嗰个药石，即系晚餐之后咧，其实我哋自修时间嚟嘅，咁我就去问佢，点解你头先会流眼泪啊？你唔系自己发心咩？咁佢就同我讲话，我系好想出家，但系我好年轻，我怕我自己做唔到嘢，我又唔知道我可以为佛教做啲乜嘢。咁我就好热心咁同佢分析，点解你要学佛啊？点解你要出家啊？点解你出家要喺佛光山啊？以后你要做啲乜嘢啊？以后你可以往边样发展啊？我就同佢讲，讲完之后，咁我哋就做晚课，做完晚课之后就瞓觉，咁休息啦。第二朝早四点半起身嘅时候咧，打板，我都被起身啦。我第一个念头咧就即刻话我想出家。咁其实咧，我以为我喺度帮佢，因为之前我冇谂过出唔出家嘅问题。但系因为我帮佢分析，咁所以咧就所有嘅问题咧，我自己俾咗我自己答案。同埋我觉得我好开心，就因为我已经喺开始嘅时候我俾咗自己嘅答案，所以我觉得我出家廿几年嚟咧，我呢条出家路咧走得好顺。为什么很顺呢？因为就好像师父说的，法已如是，本来如是。你遇到一些困难，遇到一些挫折呢，本来你就会面对，你怎样去面对。还有因为有大师的指引，还有一些师兄长的指导，有时候在
困难啊、挫折啊，或者啲心境上一啲调适咧，我都可以好轻轻松松咁解决咗我嘅问题。所以有时候咧，我哋都会话啊，我哋嘅国法法师好有福报。其实我谂福报系修嚟嘅，都唔系话好似凭空就有嘅嗬。咁譬如话而家喺德州 Austin 嘅香云寺，咁嗰度我以前就觉得嗰度比较静啲嘅。咁而家你一去咧，你又好识得去观察啊呢度嘅地方点样调整就变得有用。咁边啲人点样去培训下又好有用，所以有好多人好多地方你都可以用啦，嗬，好识得用，嗬，系嘛？咁其实咧，我要感谢师傅俾嘅恩缘啦，因为之前喺西来寺嘅时候咧，佢有一次话要做 landscaping， 即系西来寺要做 landscaping， 当时候嘅主持咧就话我负责，我乜都唔识，所以我觉得咧好多时你唔好话一开始我唔识噶，我唔知点做啊，你就拒绝人哋揾你做，你承担咗佢。咁喺学入边去做，做完之后咧，慢慢你就会有啲经验。所以当时候帮我手做 landscaping 嗰个师姐，佢就做做下，我跟佢学下学下，佢就话：诶、欸，师傅，你而家好有感觉、哦，即系佢哋做 landscaping 要好有感觉噶嘛。咁后屘做玫瑰铃又系做 landscaping， 所以后屘而家嚟咗香云寺咧，我都系唔知点样去布置，但我企喺个前面呢度应该点做咧，我就用我嘅感觉。但有一次咧，我哋接咗个电话，有个美国人打电话嚟，佢话：哎，我 pass by 噶，但我见到你哋嘅香云寺好靓，我想请问你，你系边间 landscaping 嘅公司做噶？你个 contractor 系边个啊？咁我话我自己做嘅，同埋我觉得呢啲系用心啦。咁另外喺人方面咧，我觉得系你要发挥每个人嘅所长啦。我有我嘅缺点，但我有我嘅优点。人哋有佢嘅优点同缺点，咁你去发挥佢嘅所长。另外，我觉得我唔会好固执咁，因为我系主管，所以你一定要听我，就要照我嘅意思做。我唔会咁嘅，我交俾你。咁、那个步骤咧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四三二一，三四一二五，随便你。我净系睇个结果，我唔会话一定要你点做，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古仔就话，譬如我要嘅结果系九。咁有啲人咧，佢就好固执，认为二加七，我一定要二加七。但系其实你谂下，点解一定要二加七咧？一加八唔得啊，四加五唔得啊，吓、啊，即系睇下你点样去睇。总之你嘅结果系九，咁你交俾人哋，你俾人哋嘅信心，放手俾人哋做，得闲无事就，哎呀，做得好好、啊、喎，系好靓啊。即系你去 appreciate 佢咧，佢就会做得可能咧比你自己做更好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咧做到最后，你都会有一个框框喺度嘅，一个盲点。咁有时你如果放下自己嘅框框，放下你自己嘅盲点，你交手俾人哋做咧，你会发觉，哎呀，其实唔一定要咁做嘅，原来佢嘅方法咧比我谂嘅仲好。咁所以因为咁样至有人才入。嗯，所以唔净系福报，唔净系识得用人，要有原则同埋授权。真的有这些很好的方法。还有一个想请求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一般都在分别院，但是你就很特别了，有一段经历在美国的玫瑰铃，可不可以讲一下？因为玫瑰铃，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概念。玫瑰铃它是一个很大的墓园，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佛光山的，里面有纪念堂，有要供奉先人的牌位或者是骨灰的干立骨塔、啊、那这方面的管理，其实我相信你都没有经验的，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，又都很多人赞叹。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当上主要派你去，你当时的那种心情感受，还有你是怎样去完成这个任务的呢？其实呢这个呢去做玫瑰铃，我已经很多谢我们师父上人给我这个机会去学习。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去做玫瑰铃嘅时候咧，系我自己发心我想去嘅，但系即系师傅俾我呢个机会去做。咁我去做嗰阵时咧，我就同我啲众生讲，即系玫瑰铃因为放骨灰啊嘛，我就同嗰啲众生讲，我话我嚟服务你哋噶，吓夜晚黑唔好揾我，我唔想见到你哋，你都唔好嚟揾我吓。咁我觉得咧，佢哋非常配合，同埋喺玫瑰铃咧，你有冇灵感咧？有灵感。为什么我们的师兄说我有福报呢？就是说当我在这里，因为我是为他们服务，
咁所以咧，当我想做一啲嘢对佢哋有利益嘅时候咧，我个心喺度谂，我谂下谂下，诶，个姻缘又出现啦咯。咁因为个姻缘出现咧，我就把握个姻缘就做好咗。咁所以好多人都话，诶，你好信心噶，想咩有咩。但系其实我觉得啲众生咧都有分别噶。点解咧？因为我谂回归零嘅时候咧，佢哋就帮助我心想事成。我谂我自己嘢咧唔冇效嘅，冇效嘅啊。咁另外我觉得即系又系喺度学咯。其实因为我哋喺美国做玫瑰灵咧，呢啲肋骨塔咧唔系用自愿嘅嗰个行政嚟做嘅，系依照无缘法规。咁所以咧，我有咩嘢咧唔识嘅话咧，我就问 Wu Xiao， 即系我哋无缘公司。咁因为我哋喺佢入边，所以佢一定要教我。因为如果佢唔教我咧，如果我做错咗，变咗个责任到最后尾咧，又系佢嘅。所以我有咩问题呢我就问佢，咁佢教我呢我就照佢嘅方式做。所以后尾嗰个无缘法规呢其实就係慢慢学㗎，即係你唔好諗住，哎，我哋係寺庙，我一定用寺庙嘅方式，但係因为我哋係无缘，我哋係受到无缘法规去嘅限制，所以我一定呢就 follow 佢。咁同埋我想同大家分享就係话，我觉得喺玫瑰岭呢我学习咗好多。因为我哋有时去上堂呢，你成日即係去啊苦空无常，係咪？咁但有时可能系一个理论喺书本上嘅，但系喺玫瑰灵服务咧，我真系见到个苦空无常。因为耐唔耐会有人嚟去倾佛事，佢话我琴日啱啱我哋一次一齐食饭咋，吓、啊、第二朝早就往生啦。咁同埋咧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玫瑰灵去睇咧，每一个位啊有个铜牌嘅，你去睇下，诶有好细个嘅，啱啱出世嘅，或者100几岁嘅。咁有时啲家属嚟咧，你去听下佢哋讲。点解佢哋往生啊？同埋佢哋彼此之间嘅恩缘咧，我觉得呢个系人生一个好大嘅学习。咁慢慢我觉得，其实呢个世间咧冇乜嘢你放唔低嘅。其实好多时我好计较呢样嘢，计较嗰样嘢，但系当你一口气不来嘅时候咧，你乜嘢都唔系你嘅。所以最紧要就系话你把握而家呢个当下，我唔好话，哎，我以前我想当年点点点，我计划我点点点，最紧要系而家。所以有个禅师。当有人哋问佢话啊，我希望以后有人帮我助念啊，我点样而家同人哋联络啊？万一我往生嘅时候有人帮我助念，嗰、那个禅师同佢回答话：其实咯，你而家开始同你自己助念，咁样至系最稳当嘅。你唔好依靠别人，因为人哋以后嗰个姻缘点 ，you never know。所以系最紧要靠自己。同埋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另外就系、是，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影响嘅一句说话就系话。做事全力以赴，结果随缘无求。好多人都觉得，哎呀，佛教讲随缘啊、随缘啊，好似好消极。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咁样解释：你做嘅时候，你全力以赴，但系嗰个结果咧，我尽心做、尽力做啦，个结果好梗系好啦。唔好，但系其实呢个系好多因缘聚合嘅。我做咗就好，我唔一定个结果系最 perfect 嘅，但系我起码尽力过，你随缘自在。所以我觉得我好中意师傅呢句说话，我做出乜嘢我都觉得我尽心尽力做，个结果点呢啲系好多因缘所成，我承担我应该做嘅部分。哇，真系好多谢国法法师俾我哋咁宝贵嘅开示，真系我哋凡事尽心尽力，然之后结果咧真系随缘自在啦，嗬。咁我相信我哋听众朋友今日都系听法师嘅开示，听得好开心啦。咁喺呢度，我哋要暂告一个段落啦，祝福大家。唔该晒我哋主持永固法师，亦都好多谢国法法师接受我哋嘅访问。咁接下嚟几个星期咧，我哋主持永固法师咧就会向其他法师请法嘅，所以大家千祈就冇错过啦。咁如果大家想重温我哋嘅节目咧，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www.ibpsmtl.org， 咁我哋嘅查询电话系514-721-2882。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，拜拜。